请接入交流电，按电源键开机。打开泵门，打开职业架，将排气后的含有识别钥匙的输液器依次从识别锁、气泡传感器、定位钉、压力传感器、指液夹穿过，确保管路拉直。如果管路安装不到位，容易造成精度误差，关闭泵门。流量调节器，按启动停止键进入待机界面。以毫升每小时为例，通过输液流速区域的上键和下键设置输液流速。按设置确认键确认流速。通过上键和下键设置输液量。启动停止键，开始输液。此时，输液量区域的数值开始累积，输液完成后，按启动停止键停止输液。